Hello，心同感受嘅灵性篇啊，咁咧今集咧都系会有我啦，同埋我拍档 Tony 嘅。嗱，就系你谂下，其实咧，你平时需唔需要休息啊？你平时翻成日工之后，你会想做啲咩啊？你会想 hea，你会想唞。咁你嘅身体如果有心同开嘅，有听开关于健康嗰方面资讯，你都知道断食系好好嘅对身体，莫大嘅好处。咁点解呢？都系俾你嘅消化系统啦，你嘅身体嘅大部分嘅功能能够有一个休息嘅时间。咁你有冇谂过你嘅心或者你要讲大脑都好啦？俾佢有个休息嘅时间，其实冥想，你谂下，用一个最所谓贴地嘅方式解释，就系话俾佢可以放空，俾佢休息。嗱，如果你有发过白日梦嘅话咧，其实就系一种另类嘅冥想嚟嘅。当然，其实冥想你 by definition 就系乜嘢都唔谂，但系其实你同我今时今日做唔到乜都唔谂嘅，因为咩叫做乜都唔谂呢？我喺度冥想，咪已经谂紧嘢咯。我要尽量唔谂嘢，咪已经谂紧嘢咯。或者系我坐咗喺度，我观察住自己好多念头嘅产生，跟住尝试克制，叫自己唔好有咁多念头，咪已经谂紧嘢咯。同埋就系、是、哦咁啊，咁我唔用呢方法啦，我用专注呼吸法啦。都系一种冥想方法嚟噶嘛，因为我哋不嬲都惯咗好多年头喺个脑里面走嚟走去嘅，无时无刻嘅，OK？咁但系咧，原来而家啲人就即系教大家冥想嘅时候就话啊，你试下专注喺自己嘅呼吸啦，咁样。但系你谂下，其实我专注喺自己嘅呼吸，然后你深吸深呼，喂，其实我都系有念头噶喔。咁只不过个分别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集中同埋注意。嗱，你发觉如果我揸住只杯，OK？你当呢个杯里面系有泥沙嘅水，我搵个搅不断咁样撩佢、撩佢、撩佢、撩佢，啲水只会一路都系咁混浊嘅，我唔会越搅佢越干净嘅。但系如果我可以放低佢，啲沙自然就会沉底。我自然就可以隔咗干净嘅水出嚟。咁意思即系咩呢？其实你要俾你嘅心神有一个停顿，同埋放空、清空嘅时间，而唔系不断咁样样东拉西扯，不断咁样有唔同嘅念头产生。你将佢尽量嘅安定落嚟。你谂下，如果你嘅人一日要成个香港18区咁样游走，你攰唔攰？你好攰。其实你嘅心智、你嘅心神都系咁样。点解洗涤心灵就系要静呢？点解声音治疗要你瞓喺度，眯埋对眼，净系听声都能够达到个效果？静，我唔讲频率先啊，OK？静落嚟。个静咧，唔系话真系要出边冇声。有啲人佢好怕冇声嘅，因为佢冇声嘅话，佢里面嘅声仲大，即系更加多嘅念头，更加多嘅情绪产生，所以佢透过外来嘅声音去麻醉自己。但系点解你会咁怕静落嚟呢？静落嚟，你先能够照见真相，睇清楚自己最大嘅恐惧系乜嘢？点解你惊一个人呢？点解你咁怕静？静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念头产生？我会静唔到落嚟，但我会尝试。我可以尝试无数咁多种方法。如果嚟过我哋声音治疗嘅，知道会有 guided meditation，即系引领嘅冥想。即系并唔系真系冇晒声，跟住眯埋眼想放低念头，而系带领住你做一个冥想。冥想可以系遨游天际、宇宙漫游，
OK， 亦都可以係向內觀看，但係俾機會自己試一下先，未試過點知唔好唔得啦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Tony。女王就邀請我嚟，我哋講啲 topic 嘅，咁有幾分鐘。冥想，咁冥想我諗可能對某啲人嚟講就係坐喺度，好似打坐咁樣啦，坐喺度啊，眯埋眼，聽自己呼吸咁樣，類似係咁樣。甚至有啲人可能 set 個靚啲嘅舒適嘅場地啊，點下啲香薰啊咁樣，有一個舒適嘅地方俾自己靜下，咁啊呢個叫冥想。我嘅冥想咧就是、日常生活的所有嘢，例如我很專注地聽一首歌，很專注地吃一餐飯，很專注地去望住我要望住的嘢。簡單啲講，就是用我的五感很專注地去感受這個世界。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對我來說，對我來說，因為這個咁嘅過程咧，你會令到你嘅覺知提升提高啦。因為就好似食餐飯咁啦，我諗好多人都食餐飯咧，匆匆忙忙咁樣，尤其是食 lunch 啦，又或者甚至晚飯啦，尤其是有時早餐都如果你食早餐嘅都會啦。其實大家都唔知道自己食緊啲咩，大家只係看著個名字去吃東西，例如叉燒包咁樣，你就知道自己吃過叉燒包。咁究竟叉燒包係點樣？係咩味道呢？咁真正要你去分享一下叉燒包咁咩味道，可能其實你都未必分享到。你只係用鹹啊、甜啊、酸啊、辣啊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去分享一個叉燒包咩味道。一餐飯咩味道，或者聽首歌咁樣，我哋都未必真係知道究竟嗰首歌講啲咩，由頭到尾佢想帶啲咩信息，又或者點解佢會用嗰種樂器啊，嗰、那個旋律啊，究竟邊一個作曲作詞啊？咁有冇去細想究竟嗰、那個帶出呢一首歌，因為一首歌嘅一個心表嚟嘅。咁帶出一首歌，究竟佢想帶出一個咩 message 咯？咁同埋喺個過程裏邊，你可以享受到啲乜嘢？你好，當你好專注咁樣利用你嘅五感去感受生命嘅每一個細節嘅時候，你就會對自己更加了解嘅。其實，同埋我哋，尤其是對我哋嘅感受啦。如果我哋長期處於一個好匆忙咁樣，好快想完成一樣嘢，係啦，咁我哋叫做目的論啦，就係大家都係想好想可能快啲瞓覺咁樣，快啲食剩餐飯咁啊瞓覺。咁我哋可能即係叫目的論，又或者係一個成日就係望住未來嘅一個狀態啦，好難喺個當下度知道自己係做啲乜。咁喺呢一樣嘢，喺呢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邊，如果你唔係好覺知嘅話咧，你會逐漸失去你嘅知覺，你會失去感情，甚至感覺你可能會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很麻木的人，甚至你只是當你好像做人，做你的目的是為賺錢的，你的腦就是賺錢，其他的感覺你都會失去，你只是知道我要賺多些錢，或者你想處理好自己的身體問題，很多東西你都遺忘了一些自己很 basic 的一些感受咯。